鸡腿要从中间把它关进去的底下，然后两边剪掉，小的塞入这个大的里面，然后有四个都是这个同样的菜法。然后菜到这个的时候，指甲给它留一点，还是从这个带刺的这边剪下去，然后这样塞进去。这个小的也同时一样的，指甲留一点。这个关节先剪掉，刺可以先给它剪掉的，从中间给它分开，这边上剪刀塞进去，马上翘起来剪，两边怎么样？大家边上只带一点皮的，可以给它先剪掉，然后剪刀塞入这个大家的缝隙，然后剪一下，翻一下就好了，这个一上一下就行了。是这个样，两个大钱是不同的方向剪的啊。然后这个可以先给它先弄掉，然后后面那个蟹肉可以好拆一点的，这个皮给它去掉的，不用那个皮。然后这两边可以给它刮掉了，可以不可以使用？然后这里是蟹的，蟹和尚是在这边的，然后这个可以给它刮掉，这个是不可以使用的。然后嘴巴给它搬掉，这边上是有个须须的在这边，这个可以先放下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有一个心脏的，哎，这个是不可以使用的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里面的都可以使用了。这个是蟹肉，从中间给它分开。然后这里是有骨头，两个骨头是连起来的，可以的刮掉也可以的啊。然后就是按顺序这样刮它。对的，按顺序给它刮。这个也是同一样的方法。小盘子是这么装蟹肉的，这个可以从中间给它先刮的啊。然后这个蟹就拆好了。